家人们，我们这个香辣麻辣豆豉啊，还有几个小时的活动时间了啊！这个豆豉的话，一瓶一斤装，香辣、麻辣、微辣、特辣啊，都可以选择。它是采用的农村的那种小黄豆和菜籽油去做的，它是真的很香。不管你是炒回锅肉呀、焖鱼呀、炒辣椒、炒青菜，都可以放几颗，特别是炒回锅肉。喜欢吃肥肉锅肉的，一定要去试一试啊！今天一单给他，在原有的基础上给大家再给你们优惠2米啊！听到手速就这几个钟了啊！明天没有这个价，明天没有了啊！好香好香，它是咸口的炒菜，自己少放点盐，它也可以直接拌饭吃。它是炒好的。如果说哈，平时爱重口味的，喜欢吃麻辣，你就拍特辣麻辣就行了哈，别的就根据个人口味去拍，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，知道吗？喜欢吃辣就拍香辣，喜欢吃麻就拍麻辣。有喜欢的，杨妹给你们挂视频下方小黄车啊，它这个是无添加，没有任何添加剂、防腐剂啊，手工自制的农家豆豉啊，拜拜。